逐渐逐渐被粉碎，城内每个报摊已经有人列队，被社会抄家载，被网络凌辱，群众不需审判，判死他有罪。然后你用最毒那字句，让他永不超生，卸下责任，继续你人生。平台有呼声叫他跳下来，连随又都得判官赶过来，人人也欢呼拍手凑热闹，说他死不足惜，再不可以留。绝望里的他看不见未来，堕下那刻听见一千句活泼，你看着烂肉说他死不悔过，你不准他悔过。自问犯下什么错，要处斩，学识世人怒火，还有一堆耻笑，大众在娱乐。面对他的死讯，笑得很磊落。然后你想要逐句逐句，让他永不超生，卸下责任，泯灭你良心。声叫他跳下来，连随又都得判官赶过来，人人也欢呼拍手凑热闹，说他死不足惜，再不可忍耐。绝望里的他看不见未来，堕下那刻听见一千句活该，你看着烂肉说他死不悔改。叫他怎么悔改？